今天是我们第三天的最后一个潜水的行程，大白鲨，非常大的沙滩。下去有什么？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第一次来。然后据说下面有个时光隧道，还有今天特别幸运的是，今天浪平来了，前两天都浪很大，下水啊，有注意了。在那个地方，从这边下去，那里。那个红色浮球。很多那个洞都还蛮漂亮的，很多景观其实很浅都可以，大概五米左右而已，非常的不错。但是千万记得一定要有人带，不然钻错洞，从大洞钻到小洞，出不来就糗了。这里有洗衣服的地方。你要提。这是民宿老板。他这个各种身份。各种身份。现在这边是民宿老板。对，也是小帮手。离开这边。离开这边变教练。大家的后厨吧。I hope I never lose this feeling.
喝族，我们13个人叫了4000块的合菜。哎，这间餐厅来绿岛，其实我下次还会再来。要不然，其实绿岛是一个美食的沙漠。丁哥这间饮料店连续喝了3天，第一天来就喝，喝到最后一天还在喝。中毒了。À se promettre l'éternité, si l'on vivait ivre d'amour, comme dans les contes et les histoires, si l'on laissait couler les jours, en profitant de chaque pas, malgré nos douleurs et nos craintes, en se serrant fort dans les bras. Si l'on s'aimait. 从这个镜子后面这个小路，我在等你拍我。Oh my god！ 下次还会再来吗？我觉得应该不会了。可以啊，我也可以爬山组的可以，我要在家睡觉，我还可以再负重，来一次就好了啦，来一次就好了，我们可以带食物下去，我们可以再远远的看，不需要再下去了。睡美人从那边走到脖子那边，好不好？帅！人家都说绿岛是美食沙漠，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民宿的前面看到一间餐厅，人不多。但是感觉很好吃，沿路就闻到很香的味道。这家餐厅的正面就是向着海边，背面就是向着山，听到比较多的海声，就大街那边就会看，就会觉得都是人。那这边就是很安静，很舒服。希望的东西是好吃的。看，我们吃素好了，不然真的蛮可爱的啊。你带回家，你妈妈会被杀你。会啊。哇，我们也带一只、啊。哦，你吓他干嘛？那个很勇敢的、啊。À se promettre l'éternité, si l'on vivait ivre d'amour, comme dans les contes et les histoires, si l'on laissait couler les jours, en profitant de chaque pas, malgré nos douleurs et nos craintes, en se serrant fort dans les bras. Si l'on s'aimait, encore une fois, si l'on s'aimait.这是我的重点，会不会头晕看这一道，说不定都欧趴，下次就不吃晕船药。不要再玩这个了。我坐的位置是旁边，后面一点点，没有很后面，后面在最后面。
我的前面是这样。好 OK 了啦。对啊，那你刚刚真的有睡着？我是很无聊才睡觉。所以如果不睡觉的话，你可以吗？我刚刚一直看着浪这样子。那如果你不睡觉，你会吐吗？不会。哦、那所以还是真的就要十三个。有效哎、欸。有效哎、欸，那所以到底是你睡觉有效还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一针的药。是啊，你下次我也有吃小白兔啊。下次你下次看两颗一针的药，然后不要吃小白兔。好，好，下次我这样试试看。如果我没事的话，我差不多待开五分钟。啊，Hello， 台湾，我回来了。没有晕船的大叔。哎、欸，我这一次完全没有晕船。他还跟我说很舒服啊。对啊，今天四天三夜，喝着浪这样子。下来，下来 ，safe， 完全 safe。所以下次我不怕那个绿岛跟潜水船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戒慎恐惧，好不好？该吃的药还是要吃，然后不要乱吃东西。今天是蓝青口这边，羽球，洋葱圈，黑吧，卷泥，好吃吗？那假如你喜欢我们的影片，非常好玩，这次如果能上啊，好不好玩呢？好玩，下次还会再来。呀，假如可以吗？喜欢我们的频道，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